要出事中心，巫师在哪里？我们迟到了。我要妞妞。妞妞，你是二十岁吗？不是，我是二十五。看看看，咖啡店在哪儿了？不远，三个路口。赶快。以后。你知道我们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们一起问他。你好。你好。请问，市中心在哪儿？中心在巫师的旁边。您去看巫师吗？对啊，往前走过三个路口的右边就到了。这个路口离市中心不远。谢谢您。不客气。